小小赛，感冒这么严重，就不要出去玩了吧。不行，我和小小太、小小布都约好了。那好吧，口罩戴着不要摘，不要传染给其他人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小小赛，你怎么戴着口罩呀？快点摘了吧，戴着口罩喘不过气来。可是我感冒了，摘了口罩会传染给你们的。其实我也感冒了，没事的。那好吧，我也觉得戴口罩喘不过气来。我带了超大的柠檬切片棒棒糖，我们一起吃吧。看上去就很好吃，可是只有一个怎么吃？我们一人一口就行了。谢谢你，小小太，这个棒棒糖太好吃了。不用谢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妈妈，我头好晕呀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烫？你发烧了？昨天是不是偷偷摘口罩了？小小布和小小太说他们也感冒了，他们没戴口罩，就让我也摘了。我们还一起吃了一个超大的柠檬切片棒棒糖。你们三个肯定是交叉感染了，所以今天你感冒才变严重了。走吧，妈妈先带你去看一下医生，以后感冒不可以吃同一个东西了，不卫生还容易交叉感染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